支队长正好接到电报，是吧？真是巧得很呀！我来之前也刚刚接到了一通电报，而且还是局里发来的。支队长。 你说会不会有更巧的事情？这两封电报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。要不然，我们对一对吧。今夜之行动，总裁给予厚望，萧一待劫，却被尔等辜负，可恶可恼。任务因何失败，尔等立即自查责任，自我反省。 原因立即追究论责，但因情势急变，廖杰已派出庄廷凤为特使赴松江找秦问计，未解燃眉。现责令松江站站长方进甫会同绥母组组长池列成及各成员，迅速拟定解决特使危机之方案，挽回局面。如再有失败， 局里必将严惩不贷，军法从事。毛人凤，瞧瞧吧，瞧瞧你池铁城做的好事！你们水母组的人，眼看着是越来越少了。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心疼手下的人也就算了，还连带着我松江站损兵折将。 一个晚上啊，我松江站航运界的所有人马被共产党一锅端掉，连我自己都差一点没来得及掐线，险些撞到了共产党的枪口之下。如果只有这些也就罢了，你还上达天听，惊动了总裁。 连党国的海军都出动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既然局长让我们自查责任，我们就好好论论这个责任。大世界。 为什么突然停止任务？这刺秦怎么又突然变成了劫秦呢？你池组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。别忘了，我方进府当年在军统是机要处长出身，有些事情是瞒不了我的。好了，既然局里有安排，我池铁城。 听从安排。这次行动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来承担，满意了吗？既然你承认失败的责任全在于你，你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。什么后果？退出援宁行动，解除第一指挥权，等待局里的严肃处分。 一切听从方站长的安排。都听见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池铁城戴罪停职，你们所有人都归方站长指挥。 行动失败与诸位无涉，诸位不必担心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完成解决特使危机的任务。当然，这离不开诸位高手的
鼎力配合。只要大家与方某同心协力，精诚合作，我想完成任务是不在话下的。到时候，我一定向局里为大家请功。还杵着干嘛？时间紧迫，赶紧和站长共同讨论计划。行动失败，水母组全组有责，现申请戴罪停职，等候处分。方进府心知秦鹤年现在被共产党重兵保护，光凭他们松江站完成不了这项难度太大的刺杀任务。今晚的失败已经让局里大发雷霆，他担不起再度失败的责任。他原本的计划是借追责逼池铁城让位，抓到控制权后利用水母组几个成员的专业能力完成任务。可事为人愿，水母组竟是铁板一块，方进府不由得恼恨不已。我们只是按照局里的指示，谈谈责任，总结经验教训而已。怎么，弄得这么紧张呢？大家还是坐下吧。不好吧？我一个戴罪的人，怎么可以和园丁行动的第一负责人平起平坐？不合适。支组长说笑了，局里不是说了吗？纠责论罪以后再说。池大组长自然还是行动的第一指挥人。方某愿意从命。好了。闲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商议解决特使危机的方案吧。欧阳，通知下去，十分钟后在局人员全体开会。眼下解决这个危机恐怕只有两个方案了，要不杀了秦鹤年，要不杀了宋信特使。现在秦鹤年重兵保护，时间这么紧，杀他难度太大，恐怕只能想办法杀了宋信特使。可是特使身份特殊，共党必然严加保护，未必是我们想杀就能杀得了的。共党连特使的身份都不知道，怎么保护啊？为什么，师父？韩石现在已经把廖杰给看死。廖杰但凡有一点办法的话，都不会在说话最后夹带一点私货，还念了一首奇怪的诗。那首诗晦涩难懂。先不要说共党有没有人听懂，何况他们还要去搞清楚特使的身份。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特使的身份，这一点我们占优，所以这一局。我们赢。凡事要稳，就必须百分之百确定。现在我们是在猜共产党不知道特使的身份，可他们万一要知道呢？那就查清楚了。冯站长，查情报又得麻烦您的人了。应该的。当然，我们水母组也不会闲着。
北伐善能，老乔。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全面配合方站长的情报人员，监控共党，弄清楚他们到底是否已经知道特使的身份。是是。同志们，刚才曹飞大同志已经说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不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，还抓了特务，审出了保密局松江站的一些有效线索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李达，据文市长那里传来的消息，目前前线呢已经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协议，而且第十兵团的司令长官廖杰秘密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前来松江，向秦老先生征求战与和的问题。秦老也跟我们明确表态，他是坚决主和的。所以说同志们，特使抵达松江，顺利见到秦老，衡州城就会免于战火，几十万军民就会获得和平。同志们，胜利就在咱们眼前，这段时间大家的辛苦和工作都没有白费。大家还是要绷着点弦哈，保护特使的安全是我们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，也是此次事件成败的关键。这个特使的身份呢，我们会在行动前的最后一刻再向大家公布，以免泄密。这里边是具体的行动计划，杨安，我发一下。北伐兄弟，我刚才看到你的手好像受伤了。都说狙击手最要紧的是这双手，北伐兄弟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，偏偏伤到这金贵之处啊？我知道北伐兄弟对师父是忠心耿耿，行动总是冲在最前面。可是我今天要多说一句，你这忠心可别错付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在替北伐兄弟不值啊。昨天在大世界多好的机会，可你师父赤铁城偏偏在最后的关头叫停了行动，最后还把刺秦计划改成了兴师动众的劫秦计划。北伐兄弟就不想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吗？我师父自有他的安排，轮不到你我多嘴。我倒是不想多嘴呢。我告诉你什么，今天我接到局里的两封电报，而这个电报是关于你师父赤铁城的一个秘密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最近你师父行事奇怪，执行任务接二连三的失败，这在你们水母族以前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吧？知道这是为什么？你解释不了，我来解释给你听。你我都知道，当年联合苏文乾刺杀武当和白松奇，让你师父在军中一战成名。可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还是个悬案，局里除了几个高层，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刺杀过程。可我那个时候是局要处长，我看到过那份档案，我模糊地记得当年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使用过美男计。北伐呀，
我言之已尽，你好自为之。局长，那现在局里怎么处理宋文谦？撤销教官职务，整理卷宗，移送司法机关。这怎么行啊，局长？欧阳同志，苏文谦配合池铁生劫持秦老这个案件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他本人也供认不讳。既然案件已经调查清楚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按照程序移交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判，有问题吗？苏文谦他是犯了错，但是他现在主动归案，说明他还是可以争取的，应该给他一次机会。欧阳，苏文谦是主动投的案，但是他这次犯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，他要承担责任的，这不是给不给机会的事情。他是被池铁城欺骗了，我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的。受骗了，这就能成为他犯案的理由吗？那他是为了子氏母女好啊。他那么一个重感情的人，池铁生当然利用他了。我们都相信苏文谦不是主动要去犯案的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咱们这是公安局，是个讲事实和证据的地方，我们不能凭着相信两个字就给一个人定案吧。那苏文谦也立了很多功，他的专业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我们现在要保护特使，我们正是需要他的时候。功过不能相比，他以前立过功，我们会记着，但是他现在犯的过，具体怎么量刑，我们要交给司法机关根据法律来裁定。而且你刚才说的，现在我们面临大案，要依靠他的专业能力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你什么意思？苏文谦是死不改悔啊，他能力再强，我们不能争取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吗？什么叫死不改悔了？你在门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起听到了吗？他那是认错态度吗？而且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专案组副组长，你把所有的这种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案犯身上，这种做法没有原则，也不理智。好了，这个事情按程序走，都不要多说了。张学义，在。我们刚进入松江不久，人手还不够，所有拘押和看守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。现在进入松江待审的嫌疑人全部集中，交由松江监狱代为看押。你通知松江监狱，明天上午让他们请人过来转押苏文谦。还有，在特使大案结束之前，我们专案组任何人员未经允许，不得私自去见苏文谦。局长，我反对。欧阳湘令同志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我看你的情绪状态非常不稳定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。我宣布暂停欧阳湘良同志专案组副组长一职，视情况决定是否复职。还有，即时交出配枪和证件，复职时再行领取。你们的计划我听明白了，但是老李啊，事关重大，你确定要实施这个计划吗？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，我们经过反复讨论，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有成功的可能。几十万将士，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系在这个计划上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呐！一旦计划开启，你们将会面对诸多的不确定因素，同时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和困难，能顶得住吗？要是换做以前，我肯定早已表态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但是现在情况太特殊，我们只能拼一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会竭尽全力
不惜一切代价，努力完成任务。好。都一夜没睡了，要不我给你拿点早饭。几点了？7:53，就快8点了。离共军答应休战12个小时，就快过去了。现在还没恢复，只怕……是廖杰，廖司令，我中央军委已经正式作出批复，答应你提出休战2天的请求。知道了。看来雷声是起作用了。这么说，共军听懂了？听懂没听懂？眼下就当作他们是听懂了，所以才同意休战2天的。一方面可以延缓战局，可以让庄叔有时间去找大爸。如果他们真的听懂了，会不会对庄叔的松江之行产生掣肘？现在都不好说。当下只能看庄叔能不能顺利的、不受影响的找到大爸，拿到大爸最真实的态度和确切的消息了。哎，你好，人和设备都已经给你带过来了，谢谢你们配合，辛苦了。啊，没事，请跟我来，来，您请看。来，下车了，下车了。来，开工了啊！来，慢点啊，小心设备啊，搬东西，搬东西来，快快快快！
公安局的欧阳小姐来了，在客厅。哦，你慢一点。欧阳同志，欧阳同志，文坚呢？他现在人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公安局那边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这是我刚拍的照片，其他的洗出来没？一个小时之前送来的照片已经冲洗好了。其他的快一点，师傅急着要你。显影、定影、水洗都需要时间，哪一个步骤做不好，会影响照片的质量。现在已经想办法再加速照片的干燥了。监狱？为什么要把他关进监狱？不行，欧阳同志，你先带我去公安局，我要跟你们的人说清楚，文谦他不是故意要害我爸的，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，是个圈套。案件已经查清楚了。就算我们去公安局说情，也没有用的。不，你们没有查清楚，事实不是你们想的这样。欧阳同志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对不起，这次真的没有。把一个好人这样关进监狱，这样不公平。他做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和小雪，为了圆我们一个梦。如果真的要抓，那就把我抓进去，把他换出来。你们凭什么抓我苏爸爸？你们为什么要抓他？我苏爸爸他是好人，他是好人。有事你说话。我要哭。他们抓了我苏爸爸，他们是坏人，是坏人。你们不要再
再为难我们副组长了。他为了给苏教官求情，已经被停职了。师傅，上午的监控照片我们已经洗出来了，我们初步看了一下，把觉得有价值的照片先选出来了，这个是做参考用的。嗯，说说。综合上午的监控情况，我们初步推断共产党已经知道了特使的身份，而且已经开始布局安保措施。然后呢？上午6:50，公安局门口开进来3辆一模一样的福特轿车。从这段时间观察，公安局办案多用的是吉普和厢型车，现在临时改用这种高档的黑色轿车，很明显是为了接待贵宾用的，而且一来就是3辆，车型外观一模一样，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，让我们猜不到特使到底坐的是哪一辆车。继续。然后呢？早上8:25，公安局又来了一批江南机械厂的工人和设备，工人们都自带饭盒和水壶，可以看出他们之后的工作会持续很长时间。都是些什么设备啊？工党虽然防护严密，但还是所披露。师傅，您看，这是他们在搬运过程当中露出来的裁板机的字样，还有这一张，这是在搬运过程当中掉落的焊条。裁板机是用来裁切钢板，而焊条是用来焊接的。通过这些，我们可以判断出，工人们搬运的扁平重物应该就是钢板。综上，我们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一定和钢板的焊接有关。共产党调用这些机械设备、工人和钢板，就是想把特使坐的那辆车伪装成防弹车。那这些呢？早上7:25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大批搞卫生的军人，样子装得很像，可是哪有搞卫生搞到楼顶上去啊？所以这很明显，这就是共党，他们在侦查环境，熟悉地形，预演防卫。所以啊，从车站到秦家这一条路线，共产党已经重兵把守。所以我们推断，共产党已经掌握了特使身份，而且做了非常严密的安保措施。有道理。但我认为你们的分析啊不及格。就算有3辆车，特使随便坐上一辆，我们就有1/3压对的机会，万一我们运气好一次就压对了呢？特使身系江南半壁江山，你们觉得共党还那么草率吗？可是师傅，那辆车是防弹车。那你们给我算算这辆车的表面积，然后再算一算防住狙击枪子弹的钢板厚度，给我一个防弹加固的质量数。师傅，除去车底和车窗的面积，加固车体要用的钢板重量大概是800公斤到1吨左右，是不是？这个车的正常载重量是多少啊？正常300公斤，极限不超过400公斤。正常载重量400公斤的车，加上800到1吨重量的钢板，再加上特使、保镖还有司机，谁能开啊？可是师傅，他们弄来这么多机械设备和钢板、人工，到底要干嘛？那张照片，给我解释一下。那个我查过了，松江邮局的邮政车。每天早上7:00准时进入公安局收发邮件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准时进去，准时出来了吗？
我马上打电话核实。小雪怎么样？哭累了，已经睡着了。江老师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现在局长和组长都认为苏元谦执迷不悟，并不悔改，但是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想和他当面聊一聊。不过现在局里有死命令，不经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私下探监。再加上，我现在又被停职了，我实在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见到他，只能靠你了。我很想帮你，但我能做什么？求你父亲。师傅，查过了。邮政车进入公安局之后，就没有出来过。嗯，现在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三辆小轿车其实都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，这么大张旗鼓，其实也都是幌子。火车本来就承担着长途邮件的运输功能，到时候邮政车去火车站取邮件。而特使就可以悄悄地登上这辆马力足够承担改装重量，并且不会引起人注意的邮政车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邮政车。师傅，这可是这个轿车小，我们很容易就判断特使坐在什么位置。那个邮政车体积大，车窗又多，我们怎么判断他坐在什么位置呀？怎么进行刺杀呀？山老，去查一下松江机场的电话。松江机场。左手雕刻着宝剑，战斗的右手道别昨天，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，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，胆草汹涌的平淡，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，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，相识不语一生万前言，答案背后的答案，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，放下再拿起比一支烟，结局总会峰回路转，心中